OK 吗？然后我今天等我已经到一只宠物了，它会一直升级啊，像这边已经到房子，甚至已经有人已经开始叠石头了这样子。那你重生之后就是会更强，这边可以去 gank 别人，这边会这样会比较快，在这边会比较快。但你也可以不要选择重生啦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走路变慢了，因为我们就是有背东西。所以只要重生就那个嘞。好了，我一个玩家先给我啦，我要下线了。一个玩家先给我。惨了，我看不到玩家哎、欸，你们的名字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？我看不到名字啊！哎，它不会显示名称呢，为啥？哎，这边是王牌吗？哇靠，国王的，好猛哦！哎，我可以 gank 他哎！哇，他压起来了！好好笑哦！哇、哦，笑，他压起来了。超好笑的。哇，没有撞哦。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？我看不到他名字的、啊，吼、哦。这样怎么办？他出现好像不会显示名字、欸，哎。